预测除霉奇招，去除霉斑就靠它，这法宝连谭敦慈都爱用。季节交替，封面一波波报道，天气忽晴忽雨，相当不稳定，家里难免有湿气重的问题。对于小套房住屋进水的人而言，屋里霉斑的困扰可是相当棘手，且马上也要到了梅雨季节，更会让家里充满湿气，成为霉菌繁殖的最佳环境，其中又以浴室最为恐怖了。以下为你整理出浴室防霉三招，除霉四招，让你拥有前爽的洗澡环境。除霉四招，漂白水湿敷，漂白水几乎是家户的清洁备品，先前谭敦慈受访时也曾表示自己很常使用漂白水。像霉菌就要用漂白水，而且我会用漂白水把机器、地板都擦一遍，因为这个最前进。但漂白水也不要过量，就是稀释它，然后保持通风，量不要多。漂白水用来除霉能怎么用呢？先在发霉的地方铺上纸巾，接住淋上漂白水，过约2小时以上后，再拿掉纸巾用刷子刷，就可以轻松除霉了。筷子、牙刷除细缝完霉。卡在墙壁细缝的顽固霉斑，可以用抹布包住筷子，或是用牙刷来清掉。Tip， 根据清洁达人陈应如指出，可以用电动牙刷，就刷头，来省力除霉，快速又轻松。牙粉、海绵大饭为好帮手。根据居家清洁达人陈应如在《现在才知道》节目中指出，大范围的部分可以用牙粉，因为它是颗粒状，具有研磨、清洁的效果。另外也可用小海绵或洗车海绵，大沾湿擦，既快速又便利。黄金十分钟，先在难刷的地方喷上去污剂，等约十分钟后，再用刷子除掉霉斑。浴室防霉三招。
顺手擦前墙壁。每次洗完澡时，建议顺便将墙壁擦前。至于较高的部分，可以用附有伸缩杆的平板拖把擦掉水汽。缝隙擦酒精，想有效防霉，可以在瓷砖缝隙上涂上酒精。抹蜡烛，除了在缝隙上涂酒精外，也可以用蜡烛抹窝。